心，真心是一个，妄心才有差别，真心没有差别。啊，这是叫我们见真心，习念本性。第五，度脱凡外，横超三界。那这个法门，它特别殊胜的地方呢，就从这些地方显示出来了。啊，我们修学其他的法门，为什么一生当中很难成就？最难的就是出三界。啊，三界怎么来的？三界是烦恼变现出来的，烦恼要不断，三界就出不去。啊，这个烦恼指的什么呢？那就太多太多。佛在讲经的时候，把无量的烦恼归纳成两大类，叫见思烦恼。啊，见呢，就是你见解的错误。啊，从错误的见解发生的烦恼。思是思想。啊，对于宇宙人生呢，许许多多事物啊，你想错了，啊，从想错了的产生的烦恼，那么这个叫做见思烦恼。见思烦恼要不断，三界就出不去。